东西原本不起眼儿，变个模样重出江湖，就能身价倍增，可以十万块钱一亩的收益。哎呀，香了，太香了！早宴它就是一根减分。他们都有新招法，用心尝试，花样迭出，让人大开眼界。你这个鱼儿生鱼儿，没有人有胆子做这个生意的。用心的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连接田间与市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看中国农民如何通过美味梦工厂打造中国味道，演绎加工传奇。人群春来早，香飘中国年。哎，每逢佳节呀，在欢聚的团圆宴上，除了有各式各样的美食，咱们还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美酒。来，各位请上眼，现在呢给您拿的这杯酒，它不是普通的酒，是一杯米酒。共赏金樽陈绿蚁，莫辞醉，此花不语群花比。李清照笔下的绿蚁，包括这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指的就是新酿的还没有经过过滤的米酒。这种米酒就是典型的农产品加工品。说到这个农产品加工啊，这里面说到那就多了。你比如我是哈尔滨人，你看一盘红肠，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特别爱吃，并且呢我们也引以为豪。类似的各种熟食，包括果汁啊、炒菜用的食用油等等，其实都离不开加工，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让咱们的餐桌更丰富了。农产品呢，他们的这个加工涉及面广，带动就业的能力呢也很强，是咱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振兴的重中之重啊。咱们今天呢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农产品加工的商机，它到底有多大。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历史已有上万年，是农产品中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说加工，那咱们还得从水稻开始。在湖南张家界，有一位种水稻的人，名叫童军。这一天，他的种植基地来了很多游客。对，你这一列就是白色的，是不是？大家都是被这里特别的水稻吸引过来的。这个是完全弯腰下来的。你们觉得这个里面的米是什么颜色的？色，白色。你是说白色是吧？你呢？这是胭脂色，就跟红色类似的，红色啊，跟红色差不多。大家可以拿在手上，可以自己剥一列出来看一下。普通水稻成熟后是金黄色的，而童军种的这些水稻五颜六色，有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等等。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见到彩色水稻，都很兴奋。你看，今天大家都看了，是不是五颜六色的，对不对？是。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啊？是。因为平常见的白米、米饭全都是白色的，现在都没见过这种五彩缤纷的。童军种的这些水稻不仅颜色特别，价格也不一般。这样的彩色大米一斤可以卖到30元。是当地普通大米价格的10倍左右。因为很普通的这个白米就你走遍天下到处都是嘛，那这个价格就比较普通。那我们就不同颜色，比如说我们的紫米啊，就越稀有的品种，那我们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湖南位于长江中游，气候温和，水稻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位。童军的家乡张家界在湖南西北部，种植水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童军在家乡种了100多亩的彩色水稻，但他种植更多的还是普通颜色的水稻，有6600亩。童军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除了加工销售大米，他想给水稻找到其他的出路，让他们继续升值。用心的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了，就什么都好了。童军把大米酿成了米酒，
市场上的米酒多数都是用普通大米做的。童军为了让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特意选择用红色的大米来做米酒。米酒印象中都应该是白色的那种嘛， 对吧？没有想到这个颜色看着还是很漂亮的。是是是。两斤大米可以做成一斤米酒，而一斤米酒童军能卖到168元。如果不加工，两斤彩色大米最多也就能卖到60元。除了酿成米酒，大米还被童军变成了另外一种甜蜜的财富。制作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熬糖要熬到位。怎么来判断火候到没到呢？糖熬好的时候啊，要检验这个就是水分多少，就什么时候刚刚好，就是看你吹像吹气球一样，可吹一些畅串的那个泡泡。好，你看就是这种，对吧？这种吹起这个泡啊，它要求就是首先是米要好。因为米好了之后，它那个糖分才足吧？糖分足就是，其次就是要什么？这个真的是一弹，你看一弹是脆的，它冷了之后是脆的，对吧？脆的。现在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这些麦芽糖是用普通大米做的，两斤大米可以做出大约一斤的麦芽糖，能卖到20多元。如果不加工直接卖，两斤普通大米只能卖到6元多。让农产品增值，这就是加工的神奇作用。接下来我们再去领教一下加工的另一个厉害之处。这里是东海，渔船向东驶出20多海里，渔网下到水面下40米的深度。1、2、3。一个小时后，鱼起网了。之前的鱼总是其中的主角。哇，它肚这么大，很漂亮啊！你看，都是活的，这是梅子鱼。梅子鱼这个是很贵的，在我们温州的话，这一斤大概要200块钱。而作为配角的小杂鱼十分低调，它们大多没有名字，市场不待见，出水后也很不好保存。如果不及时处理，小杂鱼2天时间就不新鲜了，这让很多渔民头疼。如何把小杂鱼的鲜味留住，延长保存期，是陈勋弟的解题思路。温州特色小吃鱼饼给了陈勋弟启发。沿海地区的人们对于吃鱼总有着别出心裁的智慧，温州鱼饼就是其中一种。把新鲜的鱼肉剁碎，搅拌成鱼蓉，上锅蒸，或者用油炸，鲜美筋道，风味独特。温州鱼饼为了要突出海鱼原始的鲜味，会特地保留稍有刺激性的腥味。温州人偏爱的这一口却一直没有卖出过温州。因为鱼饼一直以来就是说打不出国，那就是走不出温州。它因为什么呢？可能就是说温州人吃的口味啊，除非要改变。其实我们鱼豆腐也是从鱼饼变化过来的。
陈寻弟想生产出一款类似于鱼饼的产品，但又没有鱼饼的腥味，让更多人接受。豆腐，中国食用范围最广的豆制品之一。陈寻弟他们想让这些新鲜的海鱼和豆腐结合，来个神奇变身。豆腐我们都吃了几千年了，啊，人家一听到鱼豆腐，哎，一想一看就一听就觉得这个产品哎有意思，哎，豆腐吃了很多了，鱼豆腐我没吃过，鱼豆腐本身就带着这个豆腐加入鱼肉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赛道。2012年，陈寻弟的团队与浙江省的高校合作，开始尝试用鱼糜和大豆蛋白粉结合做出休闲食品鱼豆腐。但想得容易，做起来很难。陈寻弟的团队很快发现，鱼肉和大豆蛋白粉结合在一起，鱼肉比例多少的问题是个最棘手的难题。鱼肉放多了味道腥，鱼肉放少了口感又太硬。我们做的一定是鱼肉加这个大豆的鱼豆腐。反反复复试验不下100次，一个接近完美的组合诞生了。陈寻弟他们发现，用35%的鱼肉和大豆蛋白粉组合，可以做到鱼豆腐口感有鱼鲜无鱼腥，同时嫩滑弹牙，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还有很多产品可以开发，看你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去更好的创新升级，去做影响。陈寻弟尝到了加工带来的甜头，把鱼加工成鱼豆腐、鱼肉肠等产品后，延长了保质期，延展了销售半径，销售上自然就更从容了。加工的妙处还不止这些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抓石螺了。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上洞村。这一天，赵祖良打算要收2000多斤螺丝。抓螺丝的人刚下田，他就提醒大家要小心。小心点啊，不要被这个螺给扎着。因为捕捞螺丝需要光着脚。我们都是光脚的捕捞，光着脚的话就是走的就会更快一点，就是穿鞋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麻利。有小龙虾在里面哦，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抓的那些螺丝。这个田里面啊，就是养殖两种螺，一种是石螺，一种是田螺。这个田螺的话，它的个头就会比较大，然后石螺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小，然后比较长，然后颜色会比较黑，就是深黑色的颜色。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田螺也好，石螺也好，我们都叫做螺丝。但是我们都只需要这种个头比较小一些的，也不能太小，主要就是在这个2厘米左右。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螺丝品种是中华圆田螺，个头小一些的品种是石螺。赵祖良收购的就是这种个头小的石螺。爆炒螺丝、螺丝鸭脚包，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大部分都用的是大个头的螺丝，肉多，吃起来既香又过瘾。赵祖良收螺丝偏偏挑选小的，收购这些小螺丝赵祖良要做什么呢？鲜活螺丝经过一天时间的浸泡吐泥，再搓洗干净，把辣椒、花椒、孜然、茴香、桂皮等10多种材料与螺丝放在一起翻炒，炒好后再加入猪骨，继续熬煮8个小时以上。而这仅仅是熬制底汤，要想吃到一碗螺丝粉，还需要把米粉煮熟，再加入炒好的笋、酸豆角、木耳、腐竹、花生米等多种食材和调味品，最后倒入底汤，一碗螺丝粉才算是做好了。
惯的人会觉得味道很怪，像臭豆腐那样有一点点臭，但是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它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臭，可有的人却视为美味，一天不吃就想得慌。我觉得很香。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是快乐星球，每天来一碗就是快乐，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吃。螺蛳粉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因为用的材料多，制作过程又复杂，汤汁还多，不方便携带。想吃那只能到店里吃，这是困扰很多吃货的难题。赵祖良觉得，如果通过加工做出方便螺蛳粉，大有可为，让人可以带着就走，想吃随时能吃。它的口味非常的独特，然后非常的丰富，其他地方没办法去进行这个模仿就会让我觉得这是我们广西是一个特有的一个产品。我们知道一个产品只要它进行了工厂化的一个生产，可以让我们的成本下降一倍。赵祖良想工厂化生产方便螺蛳粉，把这道广西美味卖到全国各地。在赵祖良的工厂里，熬好的底汤通过这样的管道直接灌装到小袋里，其他食材也用小袋分别包装好，然后一起销售。为了让螺蛳粉的口味能被其他地方的消费者接受，赵祖良还细心地对配料进行了改良。螺蛳粉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很多人说那才是螺蛳粉的灵魂。这种味道主要来自于螺蛳粉当中的笋，这种笋是经过6个月以上发酵腌制而成，腌制时间越长，酸味和臭味就越浓郁。我们当地人都会知道啊，时间就是越长啊，然后它就会越臭，时间短了之后它的臭味就没那么多。我们拿就是5个月的、4个月的，然后3个月腌制的这个时间都进行了一个测试啊，我们的这个就是经过3个月的一个腌制的一个时间啊，整个的味道的话它就闻起来它不是那么的臭，但是它还是保持了它原来所特有的味道，同时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比较最好的一个状态。赵祖良选用只腌制了3个月的笋，酸味和臭味都达到了刚刚好的状态，他还降低了包装里辣椒油的辣度，通过一系列的改变，生产出了全国各地大部分消费者都能接受的螺蛳粉。这样一包方便螺蛳粉，消费者买回去加上水煮几分钟就可以享用了，无论是在家还是出游都能方便地品尝到。您看，这也是加工带来的妙处。把米变成酒和糖，把鱼做成鱼豆腐，让螺蛳粉可以随时吃。加工让农产品变了个模样，实现了增值，同时呢，也延长了农产品的保质期，拓宽了销售半径，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其实啊，加工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有些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您比如啊，果树的树叶和花啊，包括海参等等水产的内脏，大小达不到商品标准的产品等等等等，智慧的中国农民也想出了很多的办法，让这些东西啊，通过加工价值倍增。咱们接下来呢，就一块儿来看看，开开眼界，看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是如何通过加工带来大财富的。这个是我是专业吃枇杷的，这果子非常的漂亮，皮很厚，然后呢肉很洁白，味道一定相当不错。哇，太甜了，这个真的甜。蒋建华种的枇杷叫冠玉枇杷，别人一亩枇杷园销售额能有10000元已经算很不错了。令人吃惊的是，蒋建华一亩枇杷园的销售额能达到10万元左右，是别人的10倍。你觉得一亩地卖多少钱一般？一亩地大约在1万左右。1万块钱啊？那1万跟10万也差太远了。
啊，就是差得太远了嘛。蒋建华的琵琶园里到底隐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江苏省苏州市的蒋建华2002年开始种冠玉琵琶，这种琵琶个头大，味道甜，皮厚，耐储存，一斤能卖到30元。蒋建华一亩果园年销售额就能达到3万元。看到他种植效益高，很多农户也从他这里买琵琶苗回去种。在挖苗卖苗的时候，为了减少水分蒸发，蒋建华会将琵琶叶子摘掉。如果不摘掉这个树叶，长途运输的时候就会损失50%以上的水分，这样呢就增加了很多的移栽的风险，会降低它的成活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掉。就是从这些本来要扔掉的叶子上面，蒋建华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琵琶叶有清肺止咳的功效，蒋建华就想把琵琶叶做成琵琶膏。制作琵琶膏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首先要把叶子洗干净，大火煮开以后再用慢火熬制12个小时，然后加入冰糖，直至琵琶水变得粘稠，这样琵琶膏就做成了。蒋建华给一瓶琵琶膏定价58元，一亩地的琵琶叶大概能做成1000瓶琵琶膏，销售额就是58000元。闻一下香，太香了。光有琵琶膏，蒋建华觉得还不够，他又从琵琶树上另一种被人忽视的东西上发现了商机。这个就是我们的琵琶花，如果全部让它开放，它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浪费树体的营养，使树势向下降衰弱，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采掉疏花。每年琵琶树会开出大量的花，为了让琵琶树长得大长得好，疏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以前疏掉的花不知道怎么利用，就白白扔掉了。蒋建华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后，经过反复试验，把疏掉的花加工成了值钱的琵琶花茶。琵琶膏和琵琶花茶都做好了，怎么卖出去才是关键。蒋建华自有办法。比赛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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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第一名。这是蒋建华组织的吃琵琶比赛。蒋建华的琵琶园远看像森林，近看像公园，走近是果园。每年一到琵琶成熟的季节，就会吸引附近的市民前来采摘。为了让游客的体验更丰富，组织这样的吃琵琶比赛是必不可少的。比赛完以后，蒋建华会送一批琵琶产品给参与者。蒋建华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游客们了解他的琵琶膏和琵琶花茶，了解了产品，游客就会购买一些回去。通过销售琵琶、琵琶膏和琵琶花茶，蒋建华让一亩琵琶园的销售额达到了10万元左右。这个是这样的，可以产生1斤的花茶20000块钱，可以做1000瓶的琵琶膏，可以做58000块钱，还有果品的收益达到了30000块钱，所以可以10万块钱一亩的收益。摘掉的叶子、疏掉的花，原本不是商品的小东西，蒋建华靠他们收获了大财富。距离苏州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常德，也有一位主人公，看上了一样原本没法卖的东西。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进入12月份，鳖已经进入了冬眠，这个时候正是销售的旺季。记者去的时候，王国顺正和他的工人们在抓鳖。哎，有没有？拿过来了。
别钻在泥里边，不容易被发现。这特制的叉子很实用，当叉子触碰到鳖的贝壳，就会发出咚咚的声音。靠着这个工具，很快能找到藏在泥里的鳖。这有是吧？啊，砰砰响的，还很深的。我抓一个。啊，你抓，很深的，下要下去很深。啊，这有这边啊，老大了。啊啊啊！啊，咋过？啊，哎啊，哪边头啊？啊啊！真劲儿大。啊呀，你这老鳖。啊，这够大，这五斤，这有五斤呢、啊。这个有五斤。有有。光滑吧，光滑啊，是老鳖吧？老鳖，这蹭一下就没事了吧？啊啊，嗯，来再蹭一下，我看看。来来来来来，很滑是吧？非常滑的，非常光滑的。看到大鳖，王国顺乐得合不拢嘴，因为价高好卖呀。可是泥塘里不光会长出健壮的大哥，还会产出这样的小弟。淘汰鳖，真的也叫老头鳖。开始它很小，但是它实际也有三两了。这两个量都是一样的，这个快不到二两，这个快到这个一斤多。它就长的速度慢，太慢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淘汰掉了。这是老头鳖，长了三年，每只体重也不过二两，因为体质原因，怎么喂都没用，就是长不大。王国顺到农户家收购的时候，经常会看见老头鳖。像这样的老头鳖，每天至少都有500来斤到1000来斤左右。王国顺的家乡湖南常德，中华鳖养殖面积有18万亩，年生产量近2万吨。虽说每一亩水塘里的老头鳖不多，但是全市这么大的养殖面积算下来，那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如果能把老头鳖变成商品，农户增收了，对当地产业也是个很大的贡献。王国顺琢磨上了这个事儿，可一开始他觉得无从下手。按照以前的，我们做火锅太小了，是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吃，要怎么吃呢？没肉。王国顺天天想着给老头鳖找出路。有一次，他路过一家卤制品店，突然来了灵感。我们当地人喜欢吃那种辣味的、卤味的。休闲食品，包括猪脚啊、鸡脚啊、鸡翅啊，但是我们就很多的餐饮在做，做的但是做的不大，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我们当地消费者非常喜欢。王国顺想，卤味产品肉也不多，就是吃个味道，消费者也很喜欢。既然老头鳖个头小，肉又少，能不能做成卤味鳖呢？他四处打听，找到了一个人。陈兰贵经营着一家酱板鸭加工厂，王国顺把加工卤味鳖的想法告诉了陈兰贵，向他拜师学艺。陈兰贵同意了，可他从来没加工过鳖，心里也没底。甲鱼跟酱板鸭制作不一样的，因为甲鱼的那个肉质与那个酱板鸭肉质不同的，如果按开始我们就是按酱板鸭的制作的，但是味道不行。老头鳖肉少，卤制的时候不好入味。陈兰贵带着王国顺不断调整卤制的温度、时间和卤制的配方。卤的假如过程中，我们的试炼品确实做了不少。我们现在所有的厂里人都知道，我一来了又有假鱼吃了，就是我们当时在试做的时候做了不少的卤假鱼。上万只的老头鳖成了试验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后，王国顺终于研究出了独家秘方。在卤制老头鳖的加工过程中，创新性的增加一个步骤，烘烤。先把老头鳖去掉内脏，烤到没有水分，然后再进行热卤。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口感香辣，有嚼劲儿。以前卖不出去的老头鳖变成了卤味鳖后，一只能卖到18元。王国顺多了个特色产品，养鳖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加工给当地的中华鳖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
枇杷花茶、枇杷膏喝上了，卤味鳖咱也吃上了。创业者们在农产品加工上不断创新的精神着实可嘉呀！啊，一端连着田间地头，一端伸向消费市场，农产品加工推动了农业的转型发展。现在呢，咱们国家的农产品的总量持续增加，品种不断的丰富，消费者的需求呢也是逐步升级，加工的方式方法也在迅速的更新换代。咱们就比如啊，我手中所拿的哎这碟豆腐来说，原来呢都是手工做，一个人一天呢也就做个100斤左右吧。但是现在咱们用机器来加工，一天生产几千斤豆腐，那都不在话下呀。很多人看来说这个工厂化生产的东西，哎，是不是少了那么一点传统的味道啊？啊，如何能够把记忆当中的美味给它融入到现代的加工当中去呀？这成了很多创业者们困惑的难题。接下来，两位主人公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咱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的。粉条口感爽滑有韧性，从东北的各类炖菜到中原的炒粉条，再到蜀地的酸辣粉，粉条的身影遍布大江南北。2018年冬天，卢艳琴承包了一个粉条厂，购买了设备，准备规模化加工红薯粉条。在罗艳琴的老家，手工做粉条有一套独特的工艺。从一个红薯到一根粉条，要经过将近20道复杂的工序，7斤鲜红薯才能做出1斤粉条。嘿，嘿，嘿，嘿。手工做粉条，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即使是熟练的师傅，5个人分工协作，一天工作10个小时，最多能做400斤的红薯粉条。而机器加工粉条在业内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一套机器一天能做出上万斤的成品粉条。卢艳琴要规模化生产粉条，就必须用机器。可厂子一开工，厂里的师傅们一连5天都做不出让他满意的粉条，把师傅们气得撂挑子不干了。那一锅一锅做不成也着急啊，并且老师傅们撂挑子不干了，不中不做了。他们觉得他自尊心强，觉得这个还砸他们的，好像砸他们的招牌一样，不做了，不干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了。罗艳琴心里清楚，做好粉条就得靠这些师傅的手艺把控口感，好说歹说的把师傅们请回来了，让他们再试几次。费这么大的劲儿，罗艳琴到底想做出什么样的粉条呢？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全自动这个生产的这个机制粉条。你看它这个粉条，它就是看着也可直可规则，但是这个粉条呢，我看他这个粉条没有一点生命力，死气沉沉的。你看咱这个粉条，在这个粉条里头，你要仔细看，里头有小气泡。手工做出的粉条中有像这样不规则的气泡，有了这些气泡，粉条的口感就不一样了。这个粉条呢，吸附力强，容易入味，好吃。里面有小气泡啊，里面有小气泡，空心儿。这个是死心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生命力的粉条，然后在我眼里它就是一根金粉。罗艳琴从小吃着手工粉条长大，她要求师傅们虽然是机器生产，但要做出与手工粉条一样的口感。这可是太难了，大家都说她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罗艳琴在村子里转了转，农户传统手工做粉条的场景给了他启发。为啥以前腊月做粉条啊？因为他那儿没有冷库，咱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但是他们那个就是冻了以后呢，他们是用炸开。手工做粉条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把粉条拿到室外自然冷冻，然后再解冻。有了这个步骤，粉条里就会产生气泡，口感更好。罗燕琴琢磨，能不能大胆尝试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呢？罗燕琴带着师傅们反复试做了半个月，终于摸索出了做出好粉条的秘诀。把做好的粉条放进零下70摄氏度的冷库，冷冻10个小时，再冷水浸泡解冻5个小时。在机器生产的流程中，增加了这样一个把粉条冷冻再解冻的环节。粉条里面就会形成很多气泡，顾客买回去烹饪的时候，粉条容易吸收调味料和汤汁，口感上比机器生产的粉条可强太多了。老味道总有人怀念，比如手工做的馒头，用老坛子发酵的酱等等。河南滑县的苏国凯也在寻求记忆中的味道，他还找到了一样加工神器。苏国凯小心翼翼挪动的就是他的宝贝大缸。苏国凯今年54岁，和这些缸的年纪差不多。没用了，现在都没有，这是个老虎劲儿。就是传家宝，现在是没有了，卖不到。这个就是烂一个，就是大烂一个，就烧一个，那个时间烧一个。这些大缸都是手工烧制的，是苏国凯费了很大劲儿从全国搜罗来的。他手里一共有317口，每一口他都视若珍宝，就连听一下大缸的声音，心里都美滋滋的。这个质量好，这个音儿，你这个音儿什么音儿？这本来是反面嘛。你现在水用？盛水的。啊，盛水用的。每个都不一样，因为手工做的。这个不一个厂，你看。对，仔细看，这还不一样呢。这不一个厂生产了。苏国凯迫不及待地组织员工把牛肉封藏在这些大缸里，顺利的话，7天后每一缸牛肉都可以给他带来惊喜的财富。这一缸肉差不多就卖出一头牛的钱。一打开这个就有一股那个肉的那个香味，肉香味，这一腌就腌那个肉香味了。这个现在就是可能就是7天就可以了。能卖多少钱？这一缸大概就卖16000块钱左右。苏国凯这317口大缸能做出什么值钱的牛肉呢？老庙牛肉是一种卤肉，发源于苏国凯的老家，因为独特的香味而出名，是当地逢年过节必备的美食。当地有大大小小30多家做老庙牛肉的厂子，但是做出名气的没有几个。2015年，苏国凯拿出50万元积蓄，又贷款100万元建起了加工厂。可试做了几批之后，他老觉得和小时候吃到的老庙牛肉不是一个味儿，少了些老味道。苏国凯想让记忆中的美味重现。苏国军是苏国凯的堂哥，他有一门独门手艺，从不外传。新鲜牛肉去骨，加入盐。放入大缸里。大铁锅加柴火，水烧开，加入10几种调料。
老庙牛肉就做好了。这是用当地最传统古法做出的老庙牛肉，色泽红润，口感酥软，做法也很具特色。老庙牛肉传统古法的制作过程中，用大缸腌肉是最具特色的一步。苏国凯决定在工厂化生产中融入古法的大缸腌制这个环节。腌肉是非常关键的，再一个腌肉这个器具也是非常关键的。再用这个器具是我这个，就像这个，这是用粘土手工制作的一个缸，就这个大缸。这个缸腌出来的味那个肉跟那个其他腌出来的肉味道不一样。做那个传统那个老味道必须用那个盐，不用这个盐就做不出来那个原始的味道。只有进了这样的大缸封存，牛肉才能腌制的更入味儿。腌制7天过后，牛肉会散发出一股醇香。如果换一种工具，老庙牛肉的风味就变了。传统美食印刻着历史烙印，传承着民族文化，也有着独特的产业价值。通过加工方式的继承与创新，把记忆中的老味道融入现代化的加工中，产品有了特色，创业者也抓住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看了前面这些粉条啊卤牛肉啊，您可能会说了，哎呦，这些农产品的加工这挺简单的吗？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是您可千万别小看了啊，正是这样的加工入行的门槛比较低，能够让更多的农民朋友们参与进来，增收致富。不过呢，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进步的，现代加工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增值增效的主力，吸引着更多的从业者在加工领域创新尝试，而有一些技术甚至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咱们接下来就先到海上的一艘大船上去看看。东海之上，有一群特殊的船队正在忙碌作业。在这群船队里，最大的这艘船长102米，宽16米，高15米，甲板面积约有1/4个足球场大小，体积是一般渔船的10几倍。它的厉害之处是，可以实现一边捕捞一边加工，相当于陆地上一个占地50亩大小的加工厂，28分钟内就能让不值钱的小鱼小虾增值20多倍。渔民出身的陈善平建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海上水产干制品加工船，业界说他改写了中国海上加工的历史。陈善平加工最多的是这种鱼。时间如果稍微长一点，它这个肚子就破了，送到陆地基本上就腐烂了，所以说叫，也叫出水烂，也叫离水烂。这种被叫做离水烂的就是丁香鱼，每年4、5月丁香鱼集中上市。然而对当地渔民而言，这是一笔看在眼里却挣不着的财富。不要这个鱼了，出水烂，一出水它就烂了。然后没有一个加固的后劲跟上，这条鱼根本是没用的。而现在有了陈善平神奇的加工大船，丁香鱼出水就能被加工，让上万户渔民受益。陈善平跟大海里的这些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他身上有一股被大海冲击出来的胆量和气魄。2004年的时候，陈善平向全公司宣布，他想要把陆地上占地50亩的加工厂搬到海上去。鱼是活的，船也是活的，你工厂是死的，就是固定的。比如说在岛上也是固定，在陆地也是固定，这个就叫产业结构不合理。说如果这个工厂也能活起来的话，跟着渔民后面走，这样的话呢，就这条鱼的利用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说陈善平是痴人说梦，因为按照设计打造一艘他说的那种大船耗资巨大，难度也超乎想象。当然不相信嘛，船再加工怎么加工啊？没有人有胆子做这个生意的，
这个花这么大的力气，船放在海上加工，哪里会赚钱啊？不管别人怎么看，陈善平带着团队开始了长达3年的研发。2007年3月18日这一天，陈善平用事实宣告，他的计划并非痴人说梦。这一天，他投资5600万元，自主研发设计的加工大船入海了。2012年，陈善平又投资8500万元，建了第二艘海上加工船，加工量比第一艘增加25%，每天可加工产品50吨。这个鱼主要是看那个规格大小，规格大小是规格均匀就好。就今天这个鱼还可以的。丁香鱼被工人们迅速倒入3条生产线的入口，经过机器自动清洗、蒸煮、烘干、分选，28分钟就能出成品。这一整条鱼就跟海上抓上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就熟了干了。现在原来基本上没变，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它做不到一个效果。海上鲜活加工，28分钟出成品，速度比之前提高了10多倍，这成了陈善平最大的卖点和核心竞争力。他的产品打入了欧美市场，在国内的销售量也逐年提高。有了加工船，陈善平可以直接在海上收购丁香鱼和其他小鱼小虾，一边捕捞一边加工，改变了原来渔民捕捞起来还得送回岸上加工的麻烦，可以缩短时间，降低成本。开着渔民的屁股头，他去哪里就在哪里勾鱼，我们这个加工船在就近的地方要把它加工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加工厂跟他对接的距离越近越好。于是在大海之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40艘小船紧跟着2艘大船，形成一支特殊的船队，一路捕捞，一路加工。陈善平与沿海上万名渔民建立合作关系，带领大家出东海、过黄海、跨渤海，一路乘风破浪，奋楫前行。丰富的农产品，日新月异的加工方式，让农产品升值，让咱们农民增收。无数的农产品，通过加工梦工厂变成了美味，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到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业的营业收入达到3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8:1，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80%，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在这里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面对的新变化、新挑战，智慧的中国农民将会继续谱写农产品加工的华丽篇章。还是那句话，人勤春来早，一年更比一年好。